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学如何写"青蛙"这两个字。我们先来写"青"，横，横，第二横短一些，竖，横，第三横最长，竖，横，折，钩，横，横。我们再来写"蛙"。蛙的左边是虫字旁，竖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提、点，右面是两个土，横、竖、横。注意第二横要比上面一横要长一些，下面也是一样的，横、竖、横，最后一横是最长。青蛙，我们来看一下写好这两个字的关键。第一个，大家要注意这个三横的长短是中间最短，上面第二短，下面最长。蛙字的左边是一个虫字旁，右面是两个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一个例句。青蛙在池塘里跳来跳去。青蛙在池塘里跳来跳去。那这个句式呢，是有一个主语，这里是青蛙，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，跳来跳去。我们可以试着造一些其他的句子，比如说，苍蝇在厨房里飞来飞去。欢迎订阅 My Giant Panda 学中文。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